昨天晚上呢？隔夜的水还能喝吗？过分！那早上六点烧的水，下午三点能喝吗？能喝。那晚上九点烧的水，早上六点能喝吗？不能喝。那同样几个小时的水，同样的储存环境，晚上的低温还更利于保存，那为啥它不能喝呢？熬夜的水不健康。熬夜的水不健康。